一个人呢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事情，很困难，然后过后也是很乱，感觉我好像刚刚进来 Skin Renew 时候什么都不会，可以让我们的感受就是可以让我们更有凝聚力。在 Skin Renew 工作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